种啥？种啥物啊？做番茄呢？这啥物件？在咧种啥？大麻吼。哦。啊。老伙仔卖酒。这一颗颗的植物不是老叶，而是二级毒品大麻。海巡署和台东警方缉毒专案小组循着香味追到这一片老叶园，但里面种的不是老叶，而是大麻树。仓库里也搜查到准备烘干的大麻原料，现场逮捕到两名嫌犯。一家的农田了，然后株数是700多株，而且每一株都超过2公尺，最高的到2.3公尺。这简直不可思议哦！那整个台湾地区，这个整个大麻大概是这个今天破获的这个事，应该是在台湾地区最多最大的一个案子。缉毒小组一共查获794株的活体大麻，摆满整个海巡队室内靶场。这也是目前台湾查缉种植面积最大的大麻毒品，总市价超过2亿，怀疑背后有大型贩毒集团操作。他这一块地在上一个。种植的是种植香蕉，这块土地清理的时候，它最外一层的香蕉是没有清掉的，它还是留着有做一点固的作用。在外围一层黑网，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好一个控制。检调表示，农地被非法使用，地主将可能连同受罚，呼吁地方政府和农政单位能配合查缉，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原视新闻台东市采访报道。